粉色是属于女孩们的颜色啊，而夏天也是属于女孩们的季节。为夏天总是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，让人想要恋爱，一起私奔，等心仪的男孩打来的电话，扑通扑通，我的少女心一起偷吃，一起发呆，一起寻找属于女孩的力量。欢迎登录这颗粉色星球，让我们一起度过粉的夏天吧。粉色的搭配单品放眼时尚界更是粉嫩到不行，时尚圈里一定少不了粉色的出现，一直在线的颜值也是让人心向往。深浅粉色细色块拼接，加上 hammer 吊床包型的实用性，这款秋秋小粉已经吸引多位明星上身。诺老爹鞋作为今年最热门的复古鞋款，后期才加入战局推出女生专属版，但是靠少女色系的搭配加上鞋型加持，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。轻盈的粉色上衣让你看起来就像一颗行走的粉色糖果，不管谁看了都想来尝一口。即使是轻盈的粉色也可以轻松的穿出男友风粉色的裤子，其实很好驾驭，只要从这几款版型里面选就行。阔腿裤、烟管裤、校服裤，当然了，记得一定要是高腰的裙子，是最能展现粉色无限可能性的单品，既能和其他颜色碰撞，又能玩玩各种搭配套路。如果你要尝试粉色，一定要入手一条粉裙子，你还能在包包和鞋履上运用粉色进行呼应，看起来会相当高，期待感。粉色是一种女孩力量柔软中的刚强一半天使，这个夏天脸会小腿会细，会遇到美好的人和事，永远记得你是美少女原创稿件，未经许可不可转载。